娱乐董事长相亲，志平高中师生轮招待员。好热闹哦，是欢迎谁啊？这是桃园志平高中欢迎学校董事长南部相亲的活动啦，开办的不止一场哦。500师生列队，拍拍赞，拍拍手。场面虽然热闹，但有人不太爽，质疑难道把师生当成私人招待员吗？苹果到场之际，被顶着大太阳的学生当成是乡亲鼓掌欢迎。学生看到宾客，还得大叫：“董事长好，客人好。”家长通批，学生像小丑于冰。如金正恩视察时，学童热泪盈眶鼓掌，根本是造神。学生当记者，学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终于一小时让机构五爆料，我捐款。